说一下你《青春有你二》里面你最喜欢谁？刚刚说喜欢预言和谢可寅是吗？对的。他们俩我觉得是一个类型的，就预言和谢可寅。对，但我风格但我觉得就是预言我是会更偏向我喜欢。我现在每天要那个晚上有12点半闹铃给安琪投票，每天闹铃一响就冲去给安琪投票。那我可能没有这么的专一。我就喜欢贼喜欢安琪，然后魏晨，还有一个叫张楚涵的我也蛮喜欢，就很可爱的。那是谁？张楚涵就长得很可爱，但是他还挺有实力的，反正我也蛮喜欢的。觉得还有哦，我还喜欢一个叫刘令姿的，长得巨美巨白，就是很高级的。觉醒东方的哦，对，他好，他挺厉害的。是我决定，就是最近会把这些衣服都好好的穿一穿。不不不，我很喜欢收到就是收衣服的，就会很开心，有很多衣服看，这都是有一些是我之前买的还没有穿，然后再加上大家送我的一些衣服，就有这么多。对，好开心，快乐，对对对，好好好，我还收到了。预言的应援服，对，让我看看啊，不知道，对，我收到了预言的应援服，在哪儿？哎呦，对，是这一件吗？好像是这一件，就。很有趣，这一件，这就是大家，所以说很贴心。我其实不知道，我是回来之后才知道这是一件雨衣。吴佩云想要吗？你在日本没办法，给不了你。对啊，没办法，我有两件，还有一件绿色，有一件这个颜色，但是我是很想给你啦，可是没办法，你现在就只能看到，你也捉不到，也摸不到，你也用不到它，所以呢你就我知道可能很羡慕，但是你就羡慕吧。我穿给你看。我昨天去看了，洪佩云跟预言的，就是 CP 超话，竟然有900的粉丝。我酸了，不要再给这种没有结果的、没有结果的 CP 来增加。谢谢谢谢谢谢默默不送的权杖，谢谢来自海外粉丝送的权杖，多谢晒，多谢多谢。预言喜欢甜美，只可惜我不走那一挂的。但是我戴上齐刘海，我就是了呀。预言，你觉得我怎么样呀？你觉得我还不错。嗨，我可吗？你觉得我的齐刘海好看吗？虽然你现在可能没有手机，但是你离开那个场之后，你可能就能看到我这一段视频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来自塞纳河的张欣，对，我是戴萌的，我是钻君，对，但是我是，就是怎么说呢，戴萌是我的偶像，对，但是他现在是我的朋友，在我看这个易燃易爆的时候，我觉得啊，预言比我小，妹妹你好，妹妹。我清醒一点。什么叫跟偶像私联？我是光明正大的，好吗？
我是光明正大的来到了 SH48 这个团，然后我清醒一点。什么啊？我是进团了之后推的戴蒙。你看预言爱上了戴蒙，我看戴蒙爱上了预言。哇、wow, 我们好巧哦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时间就算我要走近也没有意义，就算能在一起也一样要对你放弃，就算我也要秘密武器，这一路靠近没有回应。所以说是你我叫梦客，我说的听我的，那么天造地设，万人迷和望着，执迷也是诱惑，总爱着期待分叉结果，不愿意为你做另一只猫可。你怎么知道我喜欢预言？你们怎么知道我喜欢预言了？我们妍妍子太可爱了吧。知道我喜欢玉言，你们怎么视奸我？你们视奸我的内心世界。哦，玉言太美了吧！来尝尝秘制的花朵精油，或许能解除你的烦恼。玉言太美了吧，我受不了了。别。是的，乳酸菌发酵，满满都是淡淡的樱花香，还有超多白桃果粒，好轻松的感觉啊！太美了，我晕了。什么？我，你们知道这是我第一次看镜的广告，我之前广告都是划掉的。